秦满观，中央曰：大哉圣人之道，洋洋乎发于万物，浚集于天，悠悠大哉，礼仪三百，位于三千，视其人而后行。老子曰：天上地下，唯道独尊。夫名篇曰：有物先天地，无名本寂寥，能为万象主，不足是石雕。此皆言自道之自大自尊，匪人不是一般人能够完成的，佛行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。夫道之为道，广大无际，高深莫测，自无而含自有，自虚恒常自无。什么叫自无含自有？你要一无所有。然后说老师修行怎么修？无我无我所有。阿斌最近跟我论道，老爸修行其实不难。我说怎么不难？只要我能够什么都没有，能够什么都不是我的，我就修道很容易，生命也能看得开。我说对啊，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我最近悟到这一点。假如我有失意的话，我可能我就很难修了，因为我没有，我就容易修了。所以他悟到这一点，因为我给他10000块钱，他都没有，没条件，他才慢慢悟到了。反正我说他有，他怎么悟到？有钱呐、啊，哎，爸爸，我怎么什么时候给我提高薪水啊？说哎，阿斌，你最近做网络做美外哦，哦，美外啊，哎，俄罗做得不错哦，啊，什么时候提高薪水？来道场没有提高薪水的啦，啊、哦，好，自含而无自有，自虚而自实，无形而能有形，无相而能生万象，所以要无啊，无虚无无啊，一切要归无，归了无之后，你才可以修成大道。如果有的时候，你怎么修啊？所以包罗天地，千推千日月，运行四时，养育人物，无处不有啊，无物不存呐、啊。所以孔子得之而为儒教之圣，释迦牟尼佛得之为诸佛之佛祖，太上老君得之为群仙之宗啊，皇帝得之为夸龙升天啊，女娲娘娘得之炼石补天啊，所以许生阳得之啊，拔宅飞升啊。许生阳在哪里你知道吗？江西啊，江西许生阳啊，就是专门杀那个龙啊，这斩龙啊，在那个什么龙无天斩龙啊，许生阳得道升天啊。张天师得之判分人判鬼啊，五祖得之啊位登天仙啊，七真得之啊不生不灭啊，古今成道的圣贤历历有考，不可以数计啊，道之尊贵如此，岂可轻亵慢视乎啊？若以平常小事观之而轻亵慢视，则非载道之才啊。如果你今天不是把道当成你这一辈子唯一的目标，你今天不是修道的人才，你不是办道的人才，你只是个庸俗之辈。修道子班就好了，结个缘啊，结个心缘啊，以后再说啊。如果你是载道之才，你这个都看得开的，乃是背道之辈，尚可以以待哉。好、哦，不是载道之才，是背道之辈，怎么可以跟他讲道呢？盖轻视乎道，则必以邪道为容易之道，而不容易钻研深入，对不对？是慢视乎道，则必以行道为不足为，而不能苦力前进，而不能入不能进，平和修持以成天下稀有之事啊！所以修道是天下稀有之大事啊！故学道者要知道，道之至尊至贵之物，非可形容而知，等闲而得，方能花的狠心的、啊、用的苦功啊！当初我修道啊，你在古月按一下蛋雕啊，20几岁给他丢掉啊！那时候丽萍才几岁？1岁多啊！他在里头闭关，他以前我把他丢掉，女儿只有八个月，把他丢了，我去四合山修行。他想到那里，他就想跟我离开，跟我分道扬镳啊。他为什么跟我这个老公这么苦？想到越来越苦，越苦就想说，你走你路，我走我路，我是那么倒霉跟你一辈子。你哪绑的话，依然的受苦2、3年才回来，2年外要回来，我到1年半才回来。他以为他那时候已经想说我不会回来了，他把两个孩子扛着哦，我一辈子不会回来。他那时候认定是一辈子不回来了，那让我修道去了。没想到母娘说修1年半叫他回来，说你不能再住了，你已经差不多要来度众生了，把你父母亲啊，把你妻子儿女度上来。他想到那一段，我那么狠，
把儿子丢了。他说他一出关啊，跟我分道扬镳，将来不跟我在，跟我在一起，没结婚，没刚好扛你这当鬼，他干嘛假扣，对吧？就这样，修行那么容易啊，对不对？若方能花的狠心啊，用的苦功啊，要狠啊，金久不待啊，必至成道而后已。世间糊涂学人不知道，为天地所觅，鬼神所保啊，轻慢而小事。绝无诚心，或仗自己小聪明，以为可以会悟，或记了几句也无惭，以为道就在这里，或捉翁捕影，以为时有所知，或指鹿为马，以为时有所见，或与名人询问，大言不惭而绝无诚心，或逢同道考究，强辩自恃而略无忌惮，又一等口念魔头啊，闻人言道便来诽谤他，见人看书啊而变闲正贤，以圣贤经典科论为包皮外相，以自恃积功累行为下正小事，偶遇高人不肯低头，反而以为高人自居，即能暂时低头，又经不起年月日，受不得磨挫，殊不知学道求人，所以求人救我之性命而啊，求人救性命必像个惜性命的人，然后来人明则感动真师指引，暗则感动鬼神扶持啊！若不向惜性命之人，便是不以大道为尊贵啊！当初那个许纯阳跟那个王，跟那个许纯阳跟那个谁，跟汉钟离，哎，渡王重阳的时候是怎么讲的？是怎么讲的？他只讲一句话，他讲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哎，是指什么人求我？是什么求还是我什么求人？是对，是爷爷求周记还是周记求爷爷？意思说他要渡王重阳，他要能当爷爷啊，是爷爷求周记还是周记求爷爷？他以为他在当乞丐啊，他因为他道可贵啊，他已经成道的圣人来渡这个王重阳啊，是啊，爷爷求周记啊，爷爷求周记啊。他说不对啊，这句话好像有点问题，怎么爷爷求周记呢？应该是什么？应该周记爷爷他怎么爷爷求周记啊？对，周记求爷爷啊。他是有蹊跷啊，他想要怎么讲这句话？其实圣人就这样，高僧圣人的话是你来求他有，哪有他去求你的？他大道这么可贵，他怎么去求人？这我们要接近他。啊，所以他说，便不以大道为尊贵，既不知道尊贵大道，焉能如何闻得大道？岂不愚人之哉？所以一个婆，一个爱心婆婆有没有？七生十万有一个什么叫做什么婆婆啊？爱心婆婆啊，什么婆婆？热心婆婆是吧？乐善婆婆，善心婆婆，每天跟小孩子玩啊，然后济真济道啊，啊，看着乞丐都不济啊，然后那你为什么看着乞丐不周济啊？因为乞丐啊对我没有好处啊，啊那个佛教会帮我念经啊，啊到时候帮我怎样，帮我弄符咒啊养生啊，对不对？还有那个小孩子就叫我妈妈王妈妈王妈妈，对不对？王妈妈圣人嘛，那你们这些乞丐我给你们周济没有一点好处，对我没好处啊，对我没一点好处。没想到王重阳本来是要渡他们，渡这个王妈妈的，不是要渡王重阳的哦，王妈妈是最优先渡哦，因为他做善事很多，姚明本来是要先渡他的，他没有缘的才去渡王重阳，王重阳是排第二位的哦。神仙下降的话，渡人是看你这个心性哦，他讲话他都知道你有没有格啊，没格都渡不了啊。所以后来没找到王重阳，把两个乞丐请进来，哎呀，风雨大门人啊，请进来，他们等了三天哦，如果你王重阳再不跟我讲话，然后第三天就离开了，你也没缘哦。没想到他说他公事繁忙，第三天叫小花拿热酒拿来，哎呀，很抱歉，我这三天比较忙，我在拿酒啊跟你喝，跟你聊天。这时候才去，王重阳被他渡到啊。后来他认为，如果三天你不跟我聊天，把我当作乞丐放在那边的话，我也离开了，你也没缘了。神仙找人呢，没那么容易耶。上天要找我也没那么容易耶，是把我拿魔叫进啊，把孩子丢的时候的，看我能不能丢啊。没那么容易啊！看我在生命在快死掉的时候，我会不会怕死啊？看我还要办道啊！然后说老师，你赶快回台湾，赶快回台湾！你这个红佛信主持也会完蛋，你不要讲道了，你赶快回台湾，回台湾去，回台湾去，要一直回台湾啊！我都不要，偏偏在那边讲道了。
师父知道啊，这是单独啊，这是我单独去，又去阿兵啊，紧张要命啊，妈妈在闭关啊，他就叫老师你赶快回台湾去治治疗，这边不行再去治疗。我有时候我先讲到讲完再说，该死则死，我把道讲完。哎，修行那么容易啊，马上这个思想啊，没有自己耶，没有性命两个字耶，没有生命耶。所以无见真心学道者，速将轻慢关口打通，通道要堵实，郑重性命两个字，奉师沉静啊，小心谨慎，兢兢业业，脚跟着地，不敢轻有轻视懈慢之心，如登高山步步出力，如渡大江刻刻防险，何况不能登一道岸也，否则不知道之高低贵贱，当有如无，懈怠为事，牧羊食材，妄想明道啊，难以，道哪有那么容易的？所以今天有一个22岁一直要向我要口诀啦，要问我说这个练的丹啊，练的气是不是真一之气啊，呼吸是怎么样啊，我有没有告诉他？我连告诉他都不告诉他，因为心灵的磨头都还不够，苦都还说冤亲债主还一大堆，你怎么去修行？所以修行一定要很下心的，很低心的啊，然后看了一些经书都以为自己可以判断，其实这都误了自己啊。所以我看到最近的话，大陆的妙寻不错，还有那个谁的义理佛尘也不错，对，他们都不错啊。那个虚云香也不错，虚云的还可以问我，虚云是那个王义伟的同事哦，问我说他看到什么老是怎样，我说看到那都有问题。上次我们那个大陆有一次那个啥叫什么徐先生，看到的更厉害，看到的神仙下降，看到济公拿个济公拿来酒下来了，带他去哪里？哇，要带他去哪里？对，昆仑山，昆仑山又把他带回来。他明明都有，一直跟我讲有。哇，他看到济公带他去哪里？我说那些都是幻象，你着魔了。他不相信哦，明明就我看得到，怎么说我着魔？他看到蔡老板的光啊，哇，紫光，哇，很光。哦，老板，你头发有紫光，哇，他。蔡板，你那个修行比我更高。蔡板他讲的，哦，因为蔡板看不到啊，哦，我认为说他不得了，就赶快打电话说，啊，老师，他那根基很大呢。我修这么久，能看他看到我的紫光。他说，不但你有紫光哦，我看那个墙壁哦，哇，跑出大蔡板你的分身哦，哇，一来你的分身有20几个都是蔡老板的样子，哇，蔡板要更加，哦，我有分身了，一搭一唱好厉害，那个魔考起好厉害。没有看那个对联。OK， 他说这都有问题，我说这都有，你已经出问题了。他不相信，他不知道老师出问题。我说，张家也跟他讲说有问题，他也不相信。我说我修行如果这样的话，都已经你已经出问题了，都已经魔障不相信。后来有一天在那来了，爬这里，老师，这个徐先生出问题了，怎么出问题？他现在看的都是鬼，神仙都不见，全部都是鬼，鬼头、断头、鬼头、鬼一大堆都一直出现给他看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说这跟我没关，因为我没教他打坐，你教他打坐的，你要负责哦。我跟你讲，如果在3个月，他要送到神经病院去，精神病院去了，这个没救了，3个月就没救了。我说老师怎么办？你帮帮忙，你救救我好不好？我说是你教，我没有教他打坐啊，学校你随便教他打坐，你没有观察他根基好不好啊？你讲好啊，啊，你去处理啊。老师，我帮你出飞机票，拜托你来好不好？好，就拿一个楞严咒，拿一个楞严咒，一个一个。钱宝恩那样，我保证，我说你拿这个，他念嗡悉达多巴达那，南无悉达多巴达那，南无大佛顶首楞严咒，一直念这个经，自然这个魔障都消除掉，挂在身上，一直念，他过来一直念念念到魔障都没有，都看不到，什么都看不到了，正常的，那么容易哦，修行撒旦哦，他们看什么？你看看没看到无代志，我讲好。三十公，三十公，三老师。好，我们要慈悲。